1000多的三星旗舰机拿来当备用机，它不香吗？今天帮小伙伴搞几个三星的 S20， 然后是美版的8+128的内存，外观成色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都没有磕碰啥的，然后这个屏幕也是亮的，都是完美屏，有气密的。不得不说，三星的这些屏幕做的还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是 6.2 英寸的屏幕，然后有 120Hz 的高刷，屏幕的细腻程度我们就不用再讲了。然后它这个像头还是支持这个30倍的数码变焦的，拍照也是非常不错。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个三星的拍照还原度不如苹果，但是这种东西都是看个人吧。毕竟三星在安卓机里面确实还算是可圈可点的，单单这台机器的屏幕它就已经是物超所值了，这种屏幕的细腻程度其他机器基本上是做不到的。毕竟三星只会把最好的屏幕留给自己啊，给你1000多你会选这种三星的 S20 吗？